咱不说大大啊。对着这个鳝鱼的头点点点啊！哦，就是这种感觉呀，兄弟。他问老夏，像我这种，先将这个线捋直以后，对准这个洞口一起这个下去。我们做了，做的话给老夏点个关注啊。鹅蛋头吗？什么是鹅蛋头？鹅，哇塞，鹅蛋头，鹅蛋头，鹅蛋头，哇哦，这个头，哇塞，哇，放大一点。重新来一次。